二明居然说唐三傻的可爱。当我遇见你那天，小五，笑容红了脸，我们就快要离开这里。肩并着肩，不约会再发现，我们约定的期限，那么画面就此浮现。等我成为封号斗罗，找到万年九品身亡后，把你带回这里，你就跟我过来了。